亲爱的老公，我请你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又得到一票，我女儿嘛，所以就是演了三辈子。戏里面我跟他敌对的，所以我不会投给他。是你不能给我退的。对啊，还是我老婆。大会他们投票都有私人情绪的。投毒别人的没有啊。我的人呢？我的人呢？忘记我们这一组了。你刚加了盐，我怕太咸。不会，一点点，我撒一点点而已。哦，对，我没有加酱油。放心。我觉得很香哎，跟他们熟了。应该他们是熟的吧？都熟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娇女，娇女的人，搞不好现在啊，搞不好。感觉今天好，那今天就颁奖两位人，两位好好洗个颜色。我只怕味道调太重，其他的我觉得都蛮好的。哎，不会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哎。我们要探班喽！探班喽！他们现在吃应该怎样都好吃，因为大家也都没吃过饭。为什么？他们一点进棚，所以他们现在应该会觉得很好吃。一点进棚是没有午餐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的刚刚好。是的。那我妈妈，叫我妈妈。妈！妈！耶！你为什么在穿裤子？冰箱洗东西，立柱炒完酱。谁知道你来？可丽姐好。可丽姐好。非常棒，哪一个好吃？对，我这个人一向最公平的。你现在就盲吃好了，来，你决定，因为刚刚外形都不一样。好，盲吃。哎，好吃哦，有哎。我产地直送啊。是不是需要一点白饭？如何？是一定要白饭。对啊，是我们要白饭，八倍白饭来，因为它单吃会比较咸一点。那你吃吃看那个。哎呦。不一样，明显调味不一样。拌菜的过程要不要那口水漱一下？就比较没那么咸。哦，可能这个我会比较适合我。是你心目中最好吃的那一道？我不知道是谁的。哦，你知道颜色啊？哦，那边是绿色，那边是这个，那边是橘色。那橘色。耶！轩轩得到一票了，轩轩一票。我看找什么人吃蛮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得找一个重口味的，找重口味的吃。对，他们这是整个调味的，这整个调味的。对呀，哦，那难怪呀，原来我们这边比较盖碗。哇，那太了解你了，谢谢一姐，你们很棒，很棒，我已经获得第一票了，给谁吃呢？没关系，我们找那个口味重的，口味重的。部长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搅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！哇，三巨头！你从三四台来干嘛？知道你想我啦！我们带了好吃的食物来，来看看。来，请尝一下，试一下。好，试一下。我最爱吃这个了。哎，切两，这个切的比较大条，那个比较小，应该看得出。你只要好吃吗？打开你的嘴，把它吃下去。来，打开你的。你先试试它的。这个好吃，真的不够辣。不要影响我们呐。两边不一样哦，两边很明显的不一样。那个国宾哥，你不要吃的太含蓄啊，国宾哥。因为这一个我刚刚吃过，里面那个玉米皮啊，是不是还是什么？对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。这个比较咸啊，很咸。嗯，这个还不错，你不要想。三位很重要哦。好了，我们收三句。投票。好了，就收三句。这个投票这个太简单了。好，你们往后再一步。好，你们往后再一步。这个是橘色贴纸的，橘色那橘色贴纸在这边，绿色贴纸在那边。你喜欢的就展现出来。好，准备，好，不要受任何人影响哈。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哇！我们都是这样。哎，你是假当甜的呢。亲爱的老公，我请你了。太棒了。又得到一票，我女儿嘛，所以是演了三辈子。戏里面我跟他敌对的，所以我不会投给他。是你不能给我退的。对啊，还是我老婆。大会他们投票都有私人情绪的。对啊，当然我们是演员啊，演员情绪最多了。我们大马路投，对大马路投。麻烦敬请评审，好。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赶快回来拍戏啊！抱歉。好了，拍水。我们到棚里面看看师傅怎么。OK， 好不好？回棚里。